非常出色的一套节目，来自金晨曦小朋友。他今年还不到12岁，但是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三周跳。他今天这一套自由滑配置做了一个 Lutz 跳，以及两个飞利浦跳，一个 Loop 跳，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天赋的小选手。开场的飞利浦三周接阿克塞尔两周，再接阿克塞尔两周，高难度的连续跳。第二个 loop 跳的周数有一些问题，第三个 lutz 三周的单跳没有问题。萨霍夫三周接 toloop 两周，厌世转，这个久违的厌世转，在短节目当中也做了厌世，但是不一定是要做风身转，所以短节目尽管滑得很棒，但少了一个神转的得分，暂列第三。现在我们中国女单小选手出难度的速度都很快，金晨曦节目得分。